特别穿着印尼传统服装来授奖，不难想象亚蜜和艾莎对荣获模范外国人奖项的重视。因为这份殊荣承载着两人来台超过12年担任看护的努力，备受肯定。先有帮忙搞那个秋摊，然后凉席摊。为了感谢广大劳工，高雄市府近期举办模范劳工表扬大会。在座的劳工的朋友们，在各位的这个岗位上，负责尽职，让我们的各项的建设跟投资都能够顺利的展开。所以各位劳工对于我们高雄的这个贡献是有目共睹。外国朋友在我们高雄这边的付出，我们要感谢他们。感谢劳工名单当然包含这两位杰出的外籍看护，而他们正是来自111人力银行旗下品牌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。恭喜你们，不只是府颁奖表扬，21世纪也趁此献花并送上红包大礼，感谢两人付出。我也是很谢谢他们对我这个意思，是真的，我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的。发言人黄凯仁表示，引进优质外籍劳工，21世纪责无旁贷。我们对于外籍劳工的一个遴选其实是非常严谨的，我们必须去确认说他在专业的工作能力上、语言学习能力上、服务态度上，这些条件都要能够是一时之选，那我们才会把它作为这个媒介中介给我们雇主的一个对象。那么因此这一次能够在模范劳工的表扬当中，我们能够获奖也感到非常荣幸。台湾现在很多营建业正在缺工，然后还有长照业也缺很多长期看护的服务，因此很多优质的外籍劳工人力对于填补这些缺口，能够造成台湾很多家庭的重担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。近年来外国移工俨然成为台湾不可或缺的劳动力，21世纪提供全方位移工引进服务，为逐年面临缺工的台湾社会注入源源不绝的劳动生力军。111媒体中心高雄采访报道。动动手指转发起来，点点花束按赞起来，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